你叫我怎么忍心？他快哭了吗？姐姐，对啊，姐姐陪伴他十六年的感觉，你哭，我跟着你哭。修杰楷一刀剪下少女长发，谢金燕也跟着不舍鼻酸。接下来我们真的要剪下去吗？他剪是不是要一把？对，我们要分两边，然后再把它。来，面子面子给我。来吧，营业中二，来了一位十六岁少女，出生至今未曾剪过头发，下定决心要把细心呵护的头发捐给歌仔戏演员。真的要剪哦？确定哦？还是姐姐你要来？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，我们要剪哦。以后长出来的头发更漂亮。我好难琢磨他的心情哦。他是想做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那也很不适。我们不如就快吧，他就可以不会这么的犹豫了，就直接来吧。这一刀剪下去之后，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开始。一下哦。就。对，恭喜！真的剪下那一刻，看他哭哇，我心都有点酸酸的。对，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。然后后来好险他笑开了，就觉得他好像自己也放下了一个东西，也完成了一个他的心愿。嗯，两个，干嘛？有我们的事做，会不会？他们变长发，他们变长发会怎样？就看着变长发。不是，这人家的好好怪哦，好变态啊！很好看，嗯，这里。有一点点厚，我们用大刀，然后在上面直接打一刀，这里也打一刀，可以。四刀他也太难了。有有笑容哦。你的朋友们不见了，全新的你，重新开始，还可以吗？可以，还算满意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十六年交给我们。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，然后也很专业，剪出来的头发也都很好看。